我記性咗，即係嗰陣。有排年青人有時跟在學校一起，一家人一起出去，然後就玩了玩了，差不多年齡就是要搬家呀，那樣的話是其實是理解的，家具的話就搬家了。Tiene que pagar. No, no me. Mucho, mucho.